运街出道十周年强势回归。小杰为男粉丝唱情歌，不开放电超尴尬。找不到爱，互看互看的部分，互看。还是变成关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盯着他，盯着他，孤单还是吧。我的天鹅啊，小杰帮粉丝画画，连主持人都忍不出来。是第一次帮人画肖像画，然后我觉得他看了一定会生气。3、2、1。你这是男生哎？是不是男生？是老先生。对。